我们来看铜，什么是铜呢？中间是 CO 的，就一个碳一个氧的。啊，为什么双键不管了？这个我们不讨论太 detail。它的命名呢，一三个碳什么铜？丙铜。四个碳什么铜？丁铜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丙铜、丁铜哦，在化学上是拿来当溶剂用的。那日常生活你在哪里会看到呢？这是什么？去光水。去光水干什么用的？擦指甲油的，对，去指甲油的，这样听懂吗？它就是把你的指甲油里面的那个颜料给溶掉，所以它是溶剂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回去就看那个，因为你有擦指甲油，你回去看你的去光水，你的去光水上面的成分，第一个叫 acetone， 有没有？ acetone 就是丙，就是铜，就是丙铜， acetone 是丙铜。啊，在这边刚好是写英文的，我还特别找到一张照片，把这个放大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个味道你就闻过，就是那个味道，对，丙铜有毒。丙酮是致癌物，所以呢吸取量不能太大，所以通常你们是涂指甲就弄在指甲上啊。我建议你哦，你不要用棉花去沾，然后整个手都摸到，因为尽量不要碰到皮肤。以前我们做实验都会戴手套的，因为它是致癌物。所以怎么弄呢？你用那个棉花棒去沾丙酮去涂，对，你不要整只手抓一把丙酮这样擦，会从皮肤吸进去。对对，丙酮是致癌，这是确定的。但它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所以还可以到处乱卖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